皆さん午安です。跟你们说，这个八分钟呢，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意外，因为我手机登不进我的账号。就是不是说我的账号出了什么问题，只是单纯的它，我被标了一个即将毕业，真的假的？有这种东西？不需要欸。他说从浪毕业吗？Hello， 大家午安。不是。Oh my god。谢谢 Pat 的红玫瑰，大家午安。本来是从萌新毕业哦。哦，我现在是浪大学，我是大学生。噔噔噔，你要毕业了？对啊，我要毕业了，确实快乐。你要毕业了？啊，是我。哦，真的哎。我是浪大学生，我现在大三，好可爱哦！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哈喽，浪大学生不是烂大学生，太过分了。早安大家，不是早安，午安大家。Hello 大家，嗨。要打龙虎现在吗？欸，可是我现在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因为我昨天又被打，然后我就想说算了，反正这个游戏现在就是拿来跟你们打招呼用，虽然我也没什么上限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什么都没有复活，什么都没有救，然后我的领主也被处决了，已经去世了，这样子，啊，报名而已。怎么会有我？没有我啊！你怎么会觉得有我呢？谢谢世界的监听耳麦，还有一颗心，还是你香，反正一样。还有人啊，哇哦！阿六也走了，是不是？阿晨，是哦，是哦，临时改直播干嘛？不是被叫去假练吗？就是。不是啊，不是啊。Hello， 不是，就是那个游戏，他游戏不玩了这样子。你讲的好像人家去世了一样，在那边，明明是我讲的。好啦，我来签到一下，好不好？
谢谢关，不是关注，谢谢帮助，谢谢管护服，谢谢 AD。我刚刚说管魂吗？龙火九号、十号，九号、十号在干嘛？没有啊，三下没有就没有练哈。谢谢阿成的啾啾，你要前十几的缘分相遇。看他们出现，一定是去举胜。要爆吗？公演的时候龙火才不会玩嘞，我们真送分呐、啊。联盟锦标赛，联盟锦标赛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十五人哦，可以坐在中间看，恭喜你！嗨嗨，午安，谢谢浪客的水晶，谢谢草，开心，谢谢草，还有行李箱，还有一封信，还有音效卡，还有麦克风，好多，谢谢。上班加油的，谢谢林果的水晶四叶草，谢谢大家。家安，你看升天了，帮助一下各位。这个游戏真的是，他们一天不打人就浑身不舒服，是吗？转化完成，哎、欸，我没有东西了，我没有东西可以转化了，哭了，因为我昨天没有参加，哭了，死得好惨，去世了。年纪轻轻就走了，我也想知道啊。走了两次，你懂吗？重点走了两次，我真的讨厌居居室的人。哎呦，为什么会有林果？大家，林果在跟我宣战，林果在跟我宣战，大家。而且我现在甚至什么都没有。你还要这样子来打我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对，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损失了，所以我要，我要。然后复活一个人，清楚。然后去打他。林果在哪里？我有人呢、欸。我有人呢、欸。
那十个。怎么样继续？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怎么有集结？哦，这样子，超炫啦！我来了，哇！谢谢伯承。你带你点钟，好。所以你送领主来哦，欸，我在冒烟欸，哦，真的欸，你送你干嘛？好好笑，我要怎么看？啊，我的监狱，我来看一下我的监狱，监狱在哪里？监狱在，不是这个，这个。处决等待，设定处境。你干嘛？我不要再看，谢谢。有吗？也没有，没有放处决他，马上处决。我甚至没有领主可以送，哭了。让我来看一下战报好了，求成胜利，以虏获敌人领主。哦，好诶。损失一，太闹了。好了，我要关了。嗯，来想想最近发生什么事情。我总觉得我已经好久没有直播，有些东西我一直都就是没有机会讲到，但我已经忘记什么事情了。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？有活动吗？没有啊。哈，我跟上一次直播的期间有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泳装升血，我不想业配。该跳市场，好累，我不要。真的好累。你知道手牵手有多累吗？你真的是每跳完一首，我们不是就会下台一次吗？那每跳完一首都回后台喘呢，累死了。为什么不业配？因为我不喜欢呐、啊。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不是吼，泳装真的是 ，I'm not really like it， but it's mine。I don't like it. I don't like it. No. 我可以发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给你，大概就是只有我的脸这样子。你们应该是想看我的脸吧？嗯？哪有啊？太扯了。是吗？是吗？六个手指，能够，不是，绝不爱泳装，对，绝不爱。
所以你是希望不要有那个薄纱是吗？我需要，我需要那个啥。会啦，还是会发啦。发个先锋好了。来看一下我有什么照片，不要紧张啊！我看看啊。在哪里？一年一度找香菇的时候，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啊！考虑一下，多了薄纱就失去了清纯可爱感。你确定？你确定少了薄纱有清纯吗？你要确定呢？今天全妆吗？没有，今天没有全妆，今天只有画底妆。而且我好肿啊。我是不是有一点肿？还好，我一直都长这样，完全没差。Hello， 水手服 ，No。薄纱比较适合，是吗？可是没有纱的话，就会看得很清楚哎、欸。啊，还是你们就是要看不清楚那种。若隐若现比较色，我觉得啦，你们觉不觉得我就不知道了。没有啥，就是去年用的，嗯，其实蛮香的，已经蛮重。拼装在一起的感觉。反正我个人是还好啦，不太喜欢。我不是这种风格的，大家。Very 痛苦啊！裤子根本安全裤，哈？还好吧？它很短呢、欸。你们要不要穿穿看？你们要不要去买？这个就很可爱啊，兔子先生就很可爱啊。为什么要穿泳装呢？怎么可以把我们看得这么色？哎呦，对啊，没有穿很单调呢。对，我是那种的，我是兔子。很短，反正是到不会让你讲的，讲的跟做的要一样哦。唐老鸭的裤子，哪有？兔子先生真的很可爱，我真的想要兔子先生的套衣服。很好看耶，水水，这个我倒是没有穿过，你
平台没救了吧。哎，奇怪，我名字没有这么油，我不是说饭嘴偶像吗？你们怎么了？这个就没有饭嘴偶像的部分了吧？只剩我是清流了吧？你确定耶？帽子。但我蛮喜欢与钢琴家的衣服耶。对不起，我就是中二的人，所以大腿是怎样？大腿确实是蛮油的啦吼。谢谢。嗯，钢琴家就是你刚放的那个蓝 P 组与钢琴家，我不会跳啊。我不会跳，我也没有录音。Hello， 与钢琴家怎么跳？怎么唱？哎，与钢琴家怎么唱？潘之怡与钢琴家哦，好可爱，他中分，不是他旁分呢。不知心上与钢琴家，不知道。哈，叔叔每次看雨晴都要一直躲人，难怪脖子很酸，哭了。躲谁呢？搞了半天就会，声唱疯掉。十号座面向你们的侧排中间，好赞！请举我的闪闪，不然我会找不到你。学了吧，好难为。他们也不需要代言啊，他们那么漂亮。谢谢。对，阿杰真的是 ，Oh my god， 漂亮，谢谢不连的红玫瑰。大概看不到，为什么看不到？那边还好吧，那边不、没那么那个啊。谢谢大家，我现在是浪大学生，大学三年级，山顶，哇哦，是的，这次位置安定了，你们在哪？告诉我 ，L A B C D E F G H I J K。太远了吧，羡慕能被看到，那你有来吗？你有来吗？哎，接近山顶，哭了。这次位置都好看。
还吸一口，吸到口水。直接忘记我要说什么。你到了，米索会员席哈，举我的扇，这才还债。相信杨大哥，我的应援色是绿色，没事儿。对，好痛哦。绿帽的那种绿多了，谢谢。啊啊啊！哈喽大家，啊，对，我是绿色。哈喽，其实人也是绿色的，也可以算是切开，可能是黑，也不是黑色，切开可能是绿的这样。手牵手还没做过中间前五排，每次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场。老实说，我们手牵手也算是刚开始吧，算吗？我们是表演很多场啦，和风也绿绿的，确实。哦，我要说，但是你们坐前面跟坐后面其实没差，因为我的视线一直都是往，其实是偏后面在看的。我上次不是有说吗？就是我很习惯看山顶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粉丝就是安定的都在山顶上，所以我很习惯看山顶这件事情。肚子叫了。你怎么可能没有？你超爆做好不好？我的肚子一直叫，它一直在叫，跳到侧边会直接看车座的粉丝吗？看有没有人在看我。好的。最后面比你最下面还下面，最前面还下面，哭了，哭了。没单到，完全在路边哈。那你要不要回家？感觉很热。我吃了，我吃了，我只是在消化，他在超爆消化的。那就让我下去。谢谢迷失的缘分相遇，会员席退下。下星期约会，加油！出他马车了，没有饿，没有饿，在消化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
听起来很刺耳。谢谢阿晨的啾啾你哟，很可爱的声音。哼，我最近听回中文歌，然后听到一堆，天哪，好旧哦的感觉的歌，like， 全世界朋友都让我失望。其实没有很久啦，只是就觉得很久没有听了这样。台北夜空下，然后呢？很多吴卓源的歌，吴卓源的歌我都很久没有听了。或是之类的。所有人都说，所有人都错。哇，看吧，怀念吗？什么我的年代不是我的年代，也可以算是吧。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伤痛，越想越痛。所有朋友都不给我抱怨，就跟有撕破了没有的事。你们等过我把门说完，一等在路口。所以十号会有有趣的事，你觉得公演不有趣吗？你的意思是公演不有趣吗？太难过了吧。能看一下下 IG 吗？为什么？怎么了吗？林姐好漂亮，就跟颜色破脸。一直让我流泪伤痛。李佳丽好可爱哦。从此以后，都不给我告别，撕破了没有的伤。我明明白，只想要一个人享受未知。之后有你照片，还要不要经过那个公司？那个公司已经是那个了吗？出包的时候，哭了。山顶很容易睡着，不至于吧？你都已经进剧场了。谢谢 QQ 的缘分相遇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欢迎吉王。I don't know， 应该不用吧？要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不知道什么挑哪。
做大人梯也没同意啊。谢谢大家，在最后面旁边没人，很好看。哎，搞什么？哭了，谢谢哈溜。没有填女性席，想抽抽看侧席，结果抽到女性席旁边位置，这就是缘分。什么的缘分我就不知道了。怎么可以看到睡着啦？睡着不可取。没有，你累就睡吧，累了就睡。是我，我也会在后台睡，但我不能睡，哭了。谢谢佩奇的缘分相遇，跟女性系有缘分。比较不喜欢手牵手，我已经开始习惯了。没有，我没有习惯，我想要跳 reset。哎，我真的很想要再跳一次 reset。要不要毕业前再跳一次 reset？ 搞不好会有很多人抢。实话，手牵手比较不激烈，是吗？手牵手好累，手牵手累死了，真的，一下场就在喘嘞。下去换衣服，下去换铃，放铃鼓，或者是下去等下一次上场的机会，真的是都在喘嘞，好累。周年演唱会会塞公演曲吗？我还不知道。没事。毕业公演加 reset， 另开一场 reset。对 ，reset 是一直贵，确实，但是 reset 就是贵下来的时间就可以休息这样子。一直跳比较累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都蛮累的。不要讲出来，都讲出来。Oh my god， 午安，我刚才已经忍住了。Pat， 勉强算是这样。这里有女性，好不好？再怎么样还是有一点女粉的，虽然是少数。我连男粉也是少数，哭了。下雨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不喜欢。没有，我没有。不，我不喜欢。今天很热哎、欸，很热的话就很不喜欢。确实，哭了。你不要乱 Q 哈鲁干什么？B 一跳一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悲。还是 B， 悲是怎样？悲是太习惯日文的罗马拼音是不是？悲，这里的清流肯定不是你好吗 ？Hello， 午安。B。Be happy.
好可爱哦，阿姐。你还不是一样。看手牵手公演的直播比其他都很容易睡着。即将毕业，暴龙火时间到了，你要打吗？好麻烦，你好麻烦，直接说人家麻烦。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有规定啊，就是说不能回避的部分。好，盟主决定。9号10号在干嘛？不是在公演吗？那就不行啊！虽然我9号没有公演，怎么办？9号的下午你们有空吗？哇，你们在上班呢，你们要上班，然后就要去看那个了呢。边公也边龙火干干，全全待机，那我就会一直挂机，我就不会离开保护区了。哇，好困啊！差点飞出机器，好可怕！还好吗？所以你自己呗，完全没有想法，属实是没有想法哎。看一下，我这里在，这里在是差不多是我这礼拜在干嘛？是不是躺了一礼拜？也可以算是哎。最近有吃什么好吃的吗？最近。好吧，我就是个无趣的人，啥都没发生。真的没有干嘛哎，那我怎么会觉得我有什么东西没讲？没有哎，没有东西哎，真的没有。周一不是应该有什么？没有啊，什么事？可以跟你分
分享可爱的小宝宝。这是小鹿姐出国的时候买礼物，超可爱，但我还没有用。好那些，我辈子都这样了。超可爱的，谢谢小鹿姐。小鹿姐真的人超好，可爱漂亮，大姐姐。真的要上班加油，拜拜。这可以装啥？装对啊，化妆包啊，或者是就。也不是说真的放化妆品，就是可能补充，不是补充，补妆啊，或者是你可以当那个，就看你有什么需要的小东西，小废包是怎样，或是什么眼药水啊，什么你需要的一些小东西就可以装着啊，装乖乖干嘛？零食也是可以啦，但我不会拿来装零食的啦。把后面蝴蝶也装起来也可以，好不好？也是可以。有没有这样子 ？OK。然后啊，是口红可以放，粉饼啊也可以放。啊，我没有其他东西了。达姆，那也可以放，有没有？多方便，这样带出门就不用这样子一个一个找，这个东西在哪？那个东西有没有？这样一个小包包，啊呢，拿出来，方便，哎，好可爱哦，超突然，好可爱，完了视力就是。小鹿姐是，小鹿姐是之前去拍《木兰》和认识的演员李云露。不用倒出来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包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很可爱，我怎么都没有拿过呀？真的好可爱哦！谢谢小鹿姐，把你装起来。嗯，迷你快乐天堂有一点太快乐了，但是谢谢勇哥，把我装起来，我就是你的收藏品的，听起来超可怕的。OK， 好，那大家最近都在干嘛？在上班，大家也在过一样的生活啊。是吗？对啊，我真的废一个礼拜耶。
对，我的朋友们都在出国，我在加飞，我真的在飞，我看一下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干，好费一直费，对我就躺着，很舒服这样。不然我来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二姐。完全无关，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下，就是呢，最近二姐跟马鲁狗跟马鲁一起搬回台中了，这样，所以现在台北是没有家人的状态。有啊，有家人，只是现在在外面，现在在客厅的那两位，还有一个在学校，这样。该出国了吧？有在计划，但是是很久以后的事情，因为现在还没有什么钱。哭了。哦，有啦，有啦，我在计划出国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真的，我不是说我很想一个人的旅行，我真的有，我真的会去，但是很久以后。驾训班期末考假期，天哪！对，我是躺平族，躺平族是怎样？没有人可以拍打我一下。计划出国，我想去日本，我想去日本。但是说真的，这一个人旅行其实也不是一个人，因为。我不是讲过了吗？就是我的朋友在日本啊，就老实说，我只是自己搭飞机而已，然后去那边就是跟他一起行动这样子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旅行。一个人出国去饭店费的旅行，对，我一个人出国感觉就会这样子，土产的没有，一个人出国很自在，对，就是你想删什么。老实说，我真的很不想要先打好一个那个，就是你今天要干嘛，今天要干嘛。但是我如果不打那个，我真的会每天都在饭店，所以我必须得做一下功课。不然我其实就是一个很free，就是我今天想干嘛我就干嘛的。但我去那边就是我就会废掉。你们觉得去日本？你们会想去哪？因为就是日本其实也是蛮大，一个人出国就是要去放飞自我。冲绳有哎、欸，有听别人说想要去冲绳。九州哦，九州倒是第一次听到想去，全国 pass。环球啊，环球啊，我想去迪士尼，超想去迪士尼。咖啡厅待一个下午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是我就会做这种事情。但是我如果把这个计划排进了我的那个表里面，感觉大姐就会说她要检查我的表，所以我不能排进去，不然我一定会把她杀死。第一次不是迪士尼吗？但我去过一次日本，然后我去的是环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比较刚好那时候比较环球比较好吧，我知道。你想去长途旅行？我最近有在想说，就是因为我昨天看到一部剧。叫做就还蛮旧的，2006年的，叫做《Beach Boys》，一个日剧，然后是还其实还挺有趣的，然后它里面剧情里面就是有打工换宿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是不是其实打工换宿还蛮有趣的这样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未来好像。去试试，
想，但我不知道啊，想等而已。抽奖，生日月去环球可以得到很多生日快乐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可是我想去迪士尼。错过一个人去迪士尼，这种孤独指数接近满分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一天安排两个景点就好？对，就是慢慢来啊。但如果跟家里的话，他们就一天安排大概四五个吧。真的是四五个。自己去游乐园，如果不是环球、迪士尼这种很热闹，真的很孤单。30岁以前。要先准备80000存款证明，真假的？哭了，真假的？啊，那我会放弃的。才不会跟你说我去看苹果，是不是想被抓？对啊，是我的话，我也感觉也只会排一辆，不然就是，对，我不想要排太多，我不想要行程很满，然后让自己有时间压力，我想要慢慢的来。虽然会有人觉得说这样子非常的浪费，都好不容易出国了。然后你这样子只去这样一两个地方，去这么少，浪费，这样会有人这样觉得。存进去以后开好证明再领出来还人。请问游乐场不看 JK 要看啥？不是去玩的吗？西瓜卡是什么？看来可能要有时间。蓝山，嗯，蓝山。想要响应还是想穿 ？Sweet 卡，没有。哦，没有啦，我的打工换宿并没有想要出国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要在台湾的打工换宿。没有，我没有要出国，出国是去旅游，我没有要出国打工换宿。我不想要去长居，你懂吗？我只想去玩，我觉得待在国外好可怕。台湾有吧？台湾有啦。没有吗？有吧？做起来吗？通常打工换宿都是旅馆业，但我觉得只有旅馆业我可以耶，就是肯定好像挺多的，就是旅馆，就是去帮他们帮他们干嘛？一个月换一家，哇！早上起来帮人打扫，都是那种，就是去那边我就可以早起啊。到北海道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有些很累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劳力活我可以做得很好哎，就是如果是那种办公室的东西，我就不行了，我肯定不行。反而是劳力活欸，毕竟我就是一个蛮笨的人。你不要一直想 Q 哈鲁，哼，永远不知道人家住过房里面会有什么。确实，你有做过什么？好想知道。有这荣幸可以跟您打工换宿吗？没有。对，对啊，我觉得我做不来办公室，
我肯定我做不来耶，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，老实说，我电脑在烧耶，是怎样？放个音乐你也可以烧，怎么了？北海道基本工资的时薪比较低，全日本每个地区薪资低，真的、哦。不好玩，居然不好玩了。我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要看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、欸。不推推，880日币好少，时薪吗？啊，我对不起 ，Oh my god， 我最近是摔手机。还是让妈妈跟姐姐寄生虫好了，真的是不行欸，我已经寄生多久了 ？Oh my god！ 没有比台湾多多少，不过好处是在人均确实。一小时就可以吃一餐，是吗？你养什么？换成我寄生，嗯，错了吧？马斯卡，海耶，伊玛诺达谢。哎，为什么我的追踪又在增加？突然，怎么了？我怎么了吗？最近我最近怎么了吗？嗯，我最近怎么了？真的好像没有，只是疑问，疑问而已嘛。你家丽会不会太漂亮？他为什么跑去穿婚纱了？好漂亮！刚刚机器哭了，停，拜拜。
好像假的，我没有婚纱。なんだろう聞いてくれ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ね。手机好烫，电脑也好烫，搞啥？发业配掉，晚一点，还不是时候。こんな私の不要压线，不可能，不是不打算发，会啦，还是会啦，还是会啦。会的，我会的。压线板，你们不也都压线板吗？偶像随反，偶尔是可以反过来的。太逗了，哈，你们不也是这样吗？奇怪了。你叔叔身体还坏，叔叔身体怎么了？叔叔怎么了？也没有让人心动，也没有。谁知道你心动的点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每个人心动的点都不一样。几张会全技术型牙线，谢谢。你要选上我才知道会不会心动，我不知道你心动的点儿是啥呀，大哥。那个圈会让人心动点不一样，你心动了吗？我没有心动。谢谢七三的命超级小，看不到人的 snap， 我来看一下。七三。驼背，不要驼背。
看教育。跟面的合照就行了，我没有跟面的合照。面子卡哇伊，确实。至少上去吧，确实。因为看不到才好看，但我喜欢这套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其实，如果站位是这样的话，那可以撑到很多停车。站位不是这样啊，不是啊，站位。我已经忘记十一月的脚链长怎样了。我觉得还行啊。一直在睡觉的手机，真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也知道的，没事，你们快知道了吧？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吗？我是高云爵。摸摸你，紧紧牵住我的手，那笑容灿烂的多么暖和，名字都刚刚记得不再念错，是穿着同一套制服的朋友，你说走廊的另一头，那个梦一直一直在等候，我们走，有我陪你去追求。怎么小小的几句温柔，却能够叫我勇敢振作？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，描述约定的舞台，从舞台出发，约定走向的。约定的舞台方向，全力以赴的出发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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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再苦再跌跌撞撞，绝不妥协屁意思。觉得日文是自学的吗？感觉很好。我的日文呢，算是小山美玲教我的。对，因为小三妹来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会中文，然后我就跟她就是用 Google 翻译在那边，哎，这个，哎，那个，呀，呀，そうです。但她现在已经不需要了，她现在中文超好，可能比她日文还好。没有，嘿嘿，现在是中文。义无反顾，化作风一般吹拂，享受无拘无束，怎样都无法拦住。加入太阳，任积雪自热夺目，冰刀旭日揭幕，绝望就有成真的诠释。嘿。但我不知道我没有唱这一段，哈哈。この空が、あ、吠えを、でも、無量の空。
我不要，太多了。那写首有这样唱吗？没有啊。乘着温暖的风，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击破，是时候再从头，一口气振作。乘着温暖的风，今天之后有崭新的感动。哦，我们就是听听机，嘿。一单到这次脚链最喜欢哪一次的制服？制服吗？其实我没有，我没有最喜欢，我只有最无感，最无感是二单。其他我觉得，哦，二单跟五单，其他我觉得都还行。对，脚链，而且脚链不对称，你知道吗？不对称这件事情就可以，我就会很喜欢。我就是一个很喜欢不对称的人。而且脚链是，就是它是裙子嘛，然后它是加两块布这种的不对称，所以我觉得赞，就蛮喜欢的，这样就可以乱拍。还不是，为啥喜欢？为啥不喜欢不对称？我没有不喜欢，我喜欢不对称。你这个不对称的人，我喜欢不对称。我也没有不喜欢对称，我只是觉得不对称的话会更好看。脚铐是怎样？你想要脚铐是吗？对，我话又掉了。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念个吧。不，脚链对云爵意义重大，有吗？电量低于20%。我不认识。我可能知道这个人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没有，我想洗牌。面板。我要来念。1,2,3,4,5,6,7,8,9,10，第十名是 AD， 谢谢 AD。第九名是 Hello， 谢谢 Hello。第八名邻国，谢谢邻国，不要打我，虽然只有一个兵。第七名是杨雄，谢谢杨雄。你为什么刚来？第六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五名是四季，谢谢四季。第三名是勇哥，谢谢勇哥。不是，是第四名勇哥，谢谢第四名是勇哥。第三名是飞鸿，谢谢飞鸿。第二名是浪客，谢谢浪客。第一名是阿晨，谢谢阿晨。耶！哒哒哒哒哒哒。17%，谢谢大家。无情免吧，没有去。现在才丢，太慢了。
对，念完了，谢谢大家。不想被念是不是？嗯，谢谢大家。嗯，我差不多，周六见。差不多下班了，大家再见。嗯，拜拜。差不多 ，OK 了。嗯，周六周日见，拜拜。